队友不抢你还能在那里逛街，还好吧？我感觉我打了七个人，前面三个人头是我自己玩的呀。怎么拉三指要靠缘分的，我拉了两三年才拉得明白，而且拉的也不是很稳。你要看拉三指拉的特别稳的，就比较离谱的是去看江毅啊，他是玩马超，他能拉三指收枪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难了。我昨天试了一下，我玩了马超，我拉个三指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捅哪里啊。他是边拉三指边收枪，这个真的太难了，他比一般的要难多了。那个马超三指，怎么看视角用三指啊？就是这里食指要去，左手食指要按的小地图，然后大拇指操作方向键，右手用技能。我是左手三指，厉害的人左右手都行，好吧。这么多法师，打把李白吧。你用舌头拉三指，不至于不至于。你可以左手三指，墨子百发百中，那还行。你现在去练一下，它靠感觉的。你其实你这个练法，我在直播间分享过很多次。你首先你不是说你全程要三指，那个比较难。你最重要的是，第一你要玩中路或者玩打野。你先记一个地方，你先把一个地方练好，然后你找到感觉后，你再去推演其他的地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吧，你先把抓右下角的那个位置，那个三指练好了，你自己去试一试。每次就比如说你玩中单的时候，就比如说你抓玩小乔，你是不是或者玩不知火舞，你往下路走的时候，基本上你是因为你技能在右下角嘛，对吧？你技能在右下角，所以说你一般是看不到右下角的人的。所以说你为什么要拉三指，你就是因为能看到下面的人，看到他们做什么。你把那个抓下路那个三指练好了后，你再慢慢推其他的地方，是吧？那你首先要解决实用性，你别拉个三指，你一个小团战你都搞不明白，你要拉三指打团战，你不是搞心态吗？对不对？你先把最实用的一个抓下路的时候用三指，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觉得你才慢慢的能进入到三指的这个操作之中，好吧。谢谢 KYD 啊，谢谢你告白灯牌，你看他觉得我说的很对，嘎嘎给我送了。谢谢 KYD， 谢谢你。要学多久？要靠感觉的，有时候你感觉到了一两天就悟了，因为你就是你从这里往下路走的时候，那个技能挡太多了，是吧？走到这里你明明可以打到人了，你根本看不到东西，所以你要拉三指解决问题。你把这个位置打明白了，你再去练三指，你就很有感觉。我哪一天我觉得自己能三指了，就是因为我每次玩不知火舞去下路抓人的时候，我能拉三指去踹一闪踹别人一脚，然后我就开始能慢慢悟到了，好吧？你不是一开始就练全程三指的，你就练一个位置，你先把那一个位置练明白了，你的手就有感觉了。是左三指还是右三指？我是左三指。然后我建议你第二个位置练这里，好吧？因为这里的时候打起来，你经常在这里打，你看不到下面东西，是不是？你就把手指拉到这里来，你这样全部都看到了嘛，对吧？没钓到，对吧？你基本上都你三指都是为了解决右下方的事情的，其他的其实都还好，因为你右下方这一差不多有个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被挡了嘛。但是玩的厉害的人就也有不用三指一样能杀人的，看小地图就够了的。所以说你不会也没关系，这个东西不一定要会，好吧？它不是必学的。
有些人就小地图一看，技能一交捅得很准的，明白吧？他 不拉三指也 没毛病。三指提高上限还好吧，有些人不拉三指也能打到巅峰第一啊，都看个人习惯了。好猛啊，我们家老铁没过来。早知道反他们家蓝的，这样我蓝被反了呀。不是有个拉屏幕的设置吗？那你肯定是没有这个拉三指方便嘛。的确你还可以通一些小设置，其实你把那个小设置用明白了也可以不用三指了，就是有个小镜头往下一拉，但你有的时候回不来了，好吧，它就没三指那么灵活。猴子差不多要过来了吧，挺溜的呀，这西施拉了两波节奏，我现在有点难受。上路只能他自己慢慢坐牢了，好吧，帮他帮不了，我现在经济太差了，我要守个蓝 buff。又死了，这猴都打不动他呀。哎，这下路帮完了，我这也太难玩了呀，兄弟。还有点不好搞，拿不到蓝，不好发育。我早知道那一波还是上当了，兄弟们，我那一波就不应该回来拿这个蓝去拿猴子的蓝，没有给我视野，知道吧？那一波，不然那一波的话，我拿到蓝应该不会这样不停的在这个自己蓝 buff 这里坐牢啊。又要死了，哇，终于是打回来了呀。你们真是不怕这个草里有人呢，刚如果高渐离在这个草里面一蹲都没了。
按道吗？打不动他什么意思？先吃线吧。猴哥在哪呀？害怕害怕，兄弟们。稳住稳住。猴哥五个人头。你现在还差那个宗师，这样我们的刺 A 刺 A 很厉害，好吧？就刺 A 刺 A 过去，那种脆皮就掉好多血。感觉他这一波应该死了的，硬是被我弄没了。有一剑刺歪了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马上装备要毕业了。好，这一波你看红 buff 这里。好勾，我真的是醉了。很尴尬，我应该先杀猴的，我感觉猴差不多残血应该死了的，就没有死成啊。猴子最后被我二技能踩没了，他没有细看。碰了一个二技能，马上被碰死了。我们要拿蓝，拿蓝三秒一个一技能，你过去刺刺 A 就很厉害了，兄弟们。先把中路线压了，我大哥，你这没看到猴去吗？直接按不就？哎，你这样再按，早点闪现按了多好呢！
尴尬。哇，这一次他不上当了呀，我二技能丢急了，拉倒了拉倒了。666这西施拉的还挺准的。嗯哼，夏洛特我打他有点刮了，这被动炸死了。铿锵有力三棍，嗯，啊，我们落后这么多，难搞。完还好还好，他这个强行回了波血，把自己回死了呀。我拉到了一阵。假的吧，好肉啊他。你真的必须死，我跟你说啊啊，好好好，明刀他也有，我大招我吐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，人呢？那为什么这个夏洛特这么肉啊？我玩的时候就没感觉到有这么肉啊。伤害不够呀。还可以，位置找的不错。
对呀，这个夏洛特怎么这么肉啊？以前读书经常看你直播，现在工作了，那不挺好的吗？终于去发财了啊你！那我不是见证了你？哎呦，这个读书好累呀，我好想上班呐。然后现在你还能说出这句话吗？啊？说不出来了吧？说出来都累吧？不行啊，我状态没有了。我这猴子吓我一跳，我大哥。真的是守不住了，兄弟们！哎，都死了呀，只剩一个钟馗了。哎，守住了，守住了，守住了，兄弟们，还可以再挣扎一下，还可以再挣扎一下。最后一波了呀，快跑快跑快跑。哎，别呀！我这个蓝 buff 很关键的。哎呦，没这个蓝 buff， 我没办法三秒一剑呢。我三秒一剑，我超厉害。拉倒了，拉倒了，非常牛啊！又拉倒了。他跟我拉扯半天，不是，他这个人是怎么可能杀得掉我呀？是不是？我们二技能躲他那个一技能伤害全部一躲，他没办法的呀。把自己拉扯死了，兄弟们。什么鬼呀、啊！我七星王八剑直接斩死了！你也看，
这什么呀，大哥？上上上！一技能丢出来。这你都没死。给我一下。老是没蓝 buff 呀。先丢个二技能限制一下。哇，好的暴君，我爱了爱了爱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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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好吧，他这手击飞，这不立大功。啊、真是把我这个攻速减的一点都没有了！哎，别让他摸我，我好怕！哎呀、哎，好怕！哎呀，可以，这都翻了。这把我李白又没什么失误，那肯定还是能翻的呀。嗯，而且这个中单也会玩。嗯李白还是很猛的。上路被禁的太难受了，好吧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